乐器，就学唢呐。这笛子都是后来学的，笛子我都没学过，就是唢呐是专业，其他的都是我自从学了乐谱啊，学的这个鱼音乐乐谱，就是的最后太简单了，那玩意儿。你只要懂谱，你只要会唢呐，你只要会学个唢呐，你吹什么乐器都简单。对音乐摇摆，挥动你的双手，快点甩一甩。我管，没事没事没事。他戴面具，兄弟们也是。面今天面具，你就他这一层胶，这个你看，让我戴的，这也都磨的都是凉肉磨的，但是呢，越戴它越戴越舒服。一天两场累不累？说实话，兄弟们啊，我一场的直播都给赶人家，哎呀，你哪没去三亚呀？我去三亚干啥呀？哎哥，你告诉我这三亚是啥回事？怎么都往那跑是啥意思呀？马才活动都往那跑。哦，我就咱去活动干啥呀？咱就整的这像头猪似的，人家笑话。谁笑话？你不比他们长得好看？没有没有没有，咱去的也没用，去的没用。咋就没用？你脱了树皮比任何人都好看。好看的事儿，哥我，你最近挺好吗？挺好啊，天天开开心心的。嗯，这是解封了没有？你咋中午播？中午没流量。没事，我这昨天怎么回事吧？昨天不打了机票吗？就中午没事，礼拜六我就上来玩一会儿。啊，礼拜六礼拜天上来玩一会儿。嗯，这个白天以前流量可好了，现在怎么事？现在都？现在白天真的没流量。嗯。他是咋回事啊？不知道。你看你晚上20000人，你看现在几千人，对吧？这才是官方的事儿，我现在给官方经常交流，他整天官方让我去早上播，我说你去球吧，我早上起不来。谁说的？官方，我经常给打电话，每天批斗我，每天说我直播提醒。是你的那个叫什么来？叫什么来？专属客服吧，我也有。对，我专属客服靠吧的，是个女的，整天跟我聊天，给我视频，还给我刷礼物还。啊，他说我说你要，我说咱俩要关系要是好的话，你在以后我这号你封的话，你能帮我？他说行啊，我一听这话，我整天给他发信息骚扰他，给他聊天，聊着感情了，现在一天不见我就。就那啥，我说你有对象吗？他说他离婚了。我正好，我聊天聊的挺得劲儿。你在是又官方的人员。没事，现在他估计也在我直播间。我一带住，他笑的乱蹦，我好亲他。没事，现在没事。我现在就是这个官方对我挺好，就是一般的他不抬我，抬我一个电话，开，咔就开。你怎么直播推荐怎么样了？我还是40%啊，40%自然流量，自然流量20%，自家粉丝20%，这不40%吗？哎，咱俩差不多。我这不这两天都是18-19，咋的？怎么事？前几天他。在调戏官方小姐姐。哥，以前我真不懂。我自从哥给我讲完之后，我真的哥你教我很多。以前我真不懂这个推荐为啥的。我一看呢，直播间全是红灯牌的，没有别的灯牌。我一看怎么事儿，一查后台18%、15%，咦，前段时间15%，后期有一段时间40%，我说挺好了。一看这段时间又10几了，人家整的，哎。没事，我的不在乎这玩意儿，推也好，不推也好，不理我都不理他了，嗯，对，不理。哎，这是我大哥兄弟呢，这是我的好哥哥，就是，头些时间，哎，老三现在咋回事？你问我问谁去啊？你俩不经常聊天吗？我真没和他聊天这段时间。就是
他估计我前几天我看他跟他徒弟连麦，我看一会儿刚到直播间他封号了，你整的。我估计他心态不好。嗯，没事儿。他旅游完回来心态更不好。我说咋事儿？嗯，不知道。你啥时候解封？我就找你玩几天。行啊，差不多了，我这现在快递都通了。好好好，你现在是在老家还是在江屯？在我家。哦，行行哥，白天我也没啥事儿，咱们就我白天也没有朋友，我就在那边出去跑跑，你玩玩呗。哎，你来我家，晚上在我那播，我在我家播，照样还按时按点播。行行行，到时候咱一起玩呗，哥。嗯。嗯。来玩呗，我这滕州那辣子鸡挺好吃的。好好。尤其是我们镇上那个辣子鸡。啊。哎呦。嘎嘎的。你上次给我那个辣子鸡，我给我家人吃，都吃迷了。我之前我去买，我去买，我想去买那个鸡，真好吃。就是你给我那车盒那个鸡，我家人就全部都吃了。哎呦，真好，那个鸡真好。那就小笨鸡。真好，真好，真好，真好！我下次就买那个，你给我整点那个，咱我多多。你买个真的，他不干了。不干了。到时候你。但是哎，我们江屯镇上有一家炒鸡。哦。就是用咱家，就是用咱小时候用木材。啊。用那个小垒的小锅。啊。那种柴火鸡。好好。嘎嘎香。好一点，我下次。你要是能吃辣。能吃辣。然后我们中午啊，店都不大，嗯，想吃好吃的就不能去那种好看的店里。哎，反正大碗我也不喜欢，我喜欢，我喜欢就是大排档、路边摊。我们南环有一家羊汤馆，啊，超过点就没有了。好好，给你弄点三鲜汤。行哥。行哥，下次我一定再给你弄点。我跟你说，我老三你从来不吃羊，来我这吃羊，还有羊排，保证你吃得劲儿。好，真的。好的哥，下次一定去，一定去哥。嗯，行哥，咱们啊，上次杨五来我家，真的，全给他吃那个鸡，他就吃了一排。杨五挺有意思，挺好，挺好。行哥，咱们呢是出去玩还是怎么事儿？我白天我这啥都行，认识少，就是咱们不跑跑呗。你白天认识的人少，不多，还有晚上。对呀，小幸运在呀。我看，咱就是去跑跑呗。晚上木森是吧？行，我跟木森认识，我俩在老 KS， 我俩就认识。对你晚上连母亲，他人就高低，咱就是怎么事儿吧？昨天晚上我不拿个第二名嘛，人一票，就是这个好多这个是进来好多兄弟。哎呀，哎，猪哥哥，好久不见，猪哥。哎呀，啊，我为了这个，不是看到我二弟就不来瞧我一眼了。龙哥。杨桑，你这心变得太快了。对，兄弟们，我说昨天晚上怎么睡不着觉，原来是因为这个龙哥的原因。我终于找到原因了，昨天失眠两个小时，肯定是因为你昨白天调戏我，搞得晚上睡不好。Hello， 猪哥哥，小心翼翼，你好。老友，是不是兄弟们？对，老朋友，肯定就是这个原因。那我很久没有见猪哥哥，我跟他打个招呼嘛，对不对？哎呀，再说你龙怎么能跟猪比呢？哎呀，他是天王。这是我二弟啊。那我应该叫他什么？他应该叫我弟妹，对吧？哎呀，不，他应该叫你嫂子。啊，他是你二弟，说错了啊，他应该叫我嫂子。对。哎呀，这是白天就是都那么狠吗？都。天哪，兄弟们，昨天晚上真的失眠两个小时，肯定是因为你，龙哥。而且我昨天只给你找了那个切尔西，我找了三家店，我问他有没有童装，他说没有。你和幸运一脸的夫妻相，哥们儿，你这话说的，真的有点像哦。
哎呦，真的有病！哎，你就这样死，你仔细看看，我还把头发卷成这么。反正只要，哎呀，没有没有，还是猪哥跟小幸运比较像一点。龙哥，你这、哎、你这弄得搞得跟汉奸似的。这是怎么着？我就跟你长得像。我才跟你长得不像呢，你不要。我们怎么玩？对，怎么玩？怎么玩？怎么玩、啊，龙哥？你说。哎、嗯，飞哥，你怎么没戴面具呢？我刚开。谢我咱们哥的灯牌。啊、哦，刚开。我也刚开播。嗯。他还没戴呢。我戴上，我能控制不住。嗯。我就想静静的欣赏聊生姑娘和那个小。那我们怎么玩？我们就都说了是你嫂子，你还欣赏我？好，聊聊一会儿嘛。行，可以。手心手背。聊一会儿吧。行，都行。我和梁胜一伙吧，输了。好的，相公。好，那行。我和幸运一伙。可以的，没问题。好。可以的。我也没有票，但是我就是能扛。哎，不是你考。你这把一定要有票、嗯、我刚开播，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票。好，我们什么惩罚呀？哇，欢迎我凯哥。欢迎凯哥，谢我凯哥。怎么玩？是罚啥？奖励啥？你跟个猪似的。你说呗，你欢迎思思姐。我上个白天的新人，你说呗，我头一天直播。我加点才艺吧，我这两天我要坚持12天不封号。那么这样子、嗯，表演一下吧。如果猪哥哥跟小幸运谁输了，谁给我发眼皮跳舞。啥玩意儿？什么？双眼皮跳舞。啥叫双眼皮跳舞？什么意思？双眼皮就是杜心眼。连这个都丢了，你们当。这个会封号的，要不这样子，让猪哥哥表演那个猪八戒，让那个小幸运表演嫦娥，两个人表演一下节目吧，还可以。行，那咱俩，我是武大郎，你是潘金莲呗？可以，没有问题。来吧，可以，我毒死你！来，给我先倒一杯毒药放在这。飞哥，过来。飞哥，过去。好。好。这10分钟了，太得劲了。别卖。他这么喜欢当武大郎吗，兄弟们？来，把雪条打过去啊！我想当新明星。那你希望我当潘金莲吗？我说昨天。感谢勇哥。咱在说家嘛，谁欢迎我凯哥？谢谢大家，谢谢所有朋友。哎呀，粉丝们，我感谢。感谢个感谢我豆黄哥，感谢我打工人大哥 super 的。我戴上，我不戴的话，我是真不会调侃他们。我一戴上之后，我来个猪八戒背媳妇，不演嫦娥，我让幸运当我的媳妇，我背他。谢谢咱们家这个虚极大哥啊！哎，感谢哥，谢谢哥送的礼物，给哥点点关注。哎呀，这谁呀？感谢咱们杜哥破雷。啊！哎，娘子，哎，嗨，哎。感谢打工人哥哥给哥哥点点关注，感谢我诺哥。哎呀，欢迎娘子。这局受不了了，有妖怪想玩我。哎呀，行了，大，哎呀，这咱说不是。感谢杜哥，感谢达，给达达点点关注，破嘞。
速破雷飞的那哈子雷发雷贼的那哈贼哈贼我白天我就喜欢睡觉，我就喜欢睡觉。哥几个看了公屏，看到送礼物的，给大哥都把姐姐都点点关注。我最近我老朱，我发现我发现我老朱榜上全是爱情票，以后谁又刷礼物，我就当他爱情票，爱情票。想爱情票都想懵了都。都给送礼物的呀点点关注，点关注啊不迷路，我老朱也带你上上这小高速。对，哎呀，这句感谢我纪念哥送的爱情票给 Disco 炸死毙了，炸死毙了，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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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我灭哥毙了，我是发的孩子了哈哈，感谢我纪念哥。桂林的山，桂林的水，桂林山水都不及老妹儿你的美。粉嘟嘟的脸蛋儿，修长的美腿，扭起那大秧歌儿，浪得带着美。东北的山，东北的水，白山黑土洋溢了老妹儿你的美。冬天下雪片儿啊，雪花又纷飞。老妹儿好似雪中梅，芬芳不花蕊。火辣辣的老妹儿你贼辣辣的美，天上嫦娥可是你呀你呀你妹妹。就算几只尘与落雁，少你的粉美，生生世世把你爱呀把呀把你追。火辣辣的老妹儿你贼辣辣的美，咱们两个几岁人呀好呀好般配。对，一辈子好好过，谁也谁也不服谁。桂林的山，桂林的水，桂林山水都不及老妹儿你的美。长臭美腿，扭起那大秧歌儿，那个浪子带着美。感谢不遇哥呀，欢迎美女哥，白山黑土洋溢了老妹儿你的美。冬天下雪片啊，雪花又纷飞，老妹儿好似雪中梅，芬芳不花蕊。火辣辣的老妹儿。肯定有后火力，兄弟们，感谢感谢咱四哥，咱哥几个把前面的票咱给他，钱给他，咱给他压了，压了。我前面给你做好，后面让兄弟偷塔。直播间所有兄弟们，感谢沐风哥开的劳斯莱斯来的，我去求破雷喽！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哥。妖怪哪里跑，坏了坏了坏了，这一看呢、啊、这一局我要和小新云要，我听新云说啥兄弟们，感谢我们磊哥，家人们，我们先破个万票，我们谢谢我看蛋哥。有没有路过的大哥能够帮个忙，家人们？
我再听听这边的。一票的帮我打打人气票价吧。都是打人票，永远打不到前三。最啊，我的。哎呀哎呀，这不锤锤的这一局我看了，火药对火药吧，兄弟们，咱不管了哥几个，咱自己干自己的，兄弟们，把他呢飞行大队这一招我不能尝试，兄弟们，这是偶尔的，有的是尝试，这个时候咱不能用，为什么呢？这娱乐咱刚开始第一局不能用，咱们的是不能用咱们的飞行大队，飞行大队分到最后，嗯。咱给感谢不语哥，给鸡面哥不语，哎呀不，可以，这真好。有什么上什么，兄弟们，有什么上什么。我是那火雷三傻，哎。现在这挺狠的，兄弟们。这挺狠的，我的飞行大队一般不出击，只要出击就是刚开始出击，这个时候不易出击的，兄弟们。哎呀，谁来了，兄弟们？谁？感谢大哥，感谢咱们不语哥、金面哥，还有小达达，还有沐风哥、都哥、打工人大哥、用户哥、阿诺啊，还有秋破雷。这一局得输，兄弟们，得输，输得输，嗯。啊，美女，我想背他，我想背小幸运。咱们的分已经打得够可以了，兄弟们。哎呀，我一看呐，哎呀，我的妈！幸运看你的，幸运看你的了。欢迎崇山哥，哎呀，感谢崇山哥，哎呀，哎呀，加油十秒钟，我们一起守一下，欢迎直觉，我们一起守个塔。哥几个停，干啥呀？感谢小大大，哎，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干，我操！我。感谢我不语哥，你看到没有？我早知我不上分了，兄弟们。哎呀！感谢我们家十五，谢谢我们十五。我的妈呀！哎，谢谢我看大哥，感谢我们家六六姐，六六姐你生了十。哎呀！谢谢你们，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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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咱们家的，感谢不语哥，还有达达，还有金变哥、崇山哥、沐风哥、杜哥、打工人哥，好多兄弟们给我守的塔，兄弟们，谢谢四五六大哥，谢谢一点三大哥，谢谢安诺哥，谢谢四块五，感谢兄弟们义薄云天，兄弟们，好，好。哎呀，这塔子偷的真挺狠的，哎，来，什么又输了？第一局，哎呀，恭喜咱们三个升级了，谢一三一四，谢军英哥，谢天涯哥哥，谢追逐哥，牛逼！感谢大家分享，欢迎好朋友，谢谢。哎，梁生，梁生，哎，改天咱一起陪着太空哥，我爱王者。好，可以。但你要教我，我不会。他打的、嗯。我教你，嗯。真的吗？哇，好多哥哥姐姐。咱俩幸亏没一组，幸亏一组的话，我太空哥打死都得我。我太空哥哥，他很喜欢玩王者。哦、行，龙哥可以。等一下我们拉个群，好不好？嗯。梁子，欢迎糯米小团子，咱们俩就安歇了吧，啊？啥玩意儿？咱俩就安息了？说什么？谢谢所有观众关注，谢谢。安歇就是睡觉、休息的意思。等一下，我卸下榜啊！给我太空哥哥、黑刺哥哥、启航哥、风心哥、蝴蝶梦哥哥、念子间哥哥、一三一四君毅哥、天涯哥、追逐哥，咱们都点个关注啊！来，那你们表演了好不好？那个，快点表演，猪哥和小幸运，
怎么演？小星星家最后上的好猛啊！还好咱们好点他，我就一算我就说了，都停，都是看偷塔，谁知道没偷完，反哥了。要不要给你们放一个音乐？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啊，好，秀韵啊，我配合你。那你配我不是？你配合我就最好了。这样，嗯，你就别演嫦娥了，嫦娥跟猪八戒没有什么戏，你演高翠兰。啊，行，翠兰啊。高翠兰呢？我咱俩就演一点猪八戒背媳妇，你趴我身上，我背你怎么样？啊，行。吃豆腐来了。那你和我大哥不得换个位置呀？要不然你趴我身上，我碰不着你。我至少我得躺在梁生怀里喝药啊！有毛病啊？谁给你喝药？那咋换呢？换不了啊？能换吗？不换，咱要能换，你给大哥换个位置，你就在我旁边了，我背着你，你趴在我身上。嘿，怎么换呀？咋换呢？退出从进。哎呦我的妈！啊，我退吗？但是哎，在我的这个手机里边，它就在你上面。小幸运在你下面。对，这个只有两个人是平等在一起是最好的。啊，我看的是小幸运在你上面，那换一下吧。对，我看的是小幸运在他下面。那我退出去了。好。对，那多好。欢迎海哥。哇，小幸运家真的好猛啊，差一点点。现在梁生在你下边了，梁生快点上我下边来。没有，我在你们两个人的上面。我的妈！你可拉倒。我是梁生。啊，对。哎，怎么大成大的了？取消，哎，又跑下面去了，你看你跑下面去了，哎呦，没有，等一下，我取消放大，现在呢，现在他跟你是平的，跟你是平的，不行，我测，对，拉我，是不是要我测啊？是哪里跑？看，我和你说嘛，我和秀云我俩就有缘，看到没有？下面给太空哥哥点波关注啊。看我太空哥现在多少粉丝了？我俩长相有福气，还是一点安稳。等一下，我来让龙哥喊一下啊！太空哥，我俩就能，我就能背，我就在一起就幸福。有人，没事儿，飞哥你就尽情的想象，要不要拉他一下？没有人拉他吗？想象啊，没有人拉他呀，给他忘了。你拉吧，咱俩别拉重了。我刚观看你们在表情。好，先看一下。不行，我还是在你上边。就这样。那现在我看到的是他在他你在我下面。那我退。只能这样了。我退。哎呀。糯米小团子的关注，谢谢。现在可以了吗？再不行我退了。算了吧，算了吧，咱俩跑鸡脚去了。哎，现在小幸运在八戒上面，我在梁生下面。对，我这里看到的也是。来吧，就这样吧，咱俩我这里看到也是这样。就这样吧，咱俩我就背你，你就趴，你就感觉你在我身上就。哎就行了。不是，小幸运往前趴，你往正面趴，在我直播间你往正面趴。对。哎，你别露手，别露手，这样，就感觉不是，对，手别露手，对，就感觉你趴在我身上，搂着我的脖子，看我这个动作，可以搂着他的胸肌吧？我觉得猪八戒的胸肌应该。胸肌不能带疤。就掐你脖子就行呗，就掐你脖子是吧？胸肌，我没有，我说别露手吧，胸肌。哎，对，我火怎么晃你怎么晃啊？手，小玉的手，别露手。谢谢你们来点掌声，谢谢侯兆阳爷爷的关注，谢谢用户哥的关注，谢谢你。啊。星星，你别摸我！哎呀，痒痒！来，趴上，别露胳膊，对，我晃了。
哎哎哎呀哎呀手我这一个怎么在飞呀、啊、别摸我别摸我哎呀哎呀劝你别别别摸我哎呦我的妈哎呀走走走走抱着抱紧抱紧抱紧我不行不行我听了这个特难受我感觉他们在干点什么一样哎呀别蹦我蹦了我蹦了我蹦蹦哎呀哎呀真软乎我蹦了我蹦了对我蹦了我蹦我蹦了哎呀哎呀你哎呀你别摸我腚啊痒呀、啊、我估计龙哥干不了这个活、啊哎哎、龙哥你看人家多厉害哎呦娘子娘子咱这样不行你还是我还是这么背你吧不行了要摔了要摔了快一点快一点你别动你别动我的个妈龙哥你肯定体力没有猪八戒好我看他好厉害真的背这个功夫好厉害呀、啊、龙哥肯定不行肯定没问题哎呀这挺这个挺累呀、啊、这个昨晚上有个女主播说叔叔骑我当时那姑娘说骑我打得老厉害了最后我又表演一个动作她不让我做惩罚了就骑她骑我来拉了上好了报告我怀疑她在开车我怀疑她在开车骑我哎你好厉害呀猪八戒太厉害了你这好厉害呀下次不得了啊梁春下次咱俩结婚吧我不要我不要我已经有了我已经有了我不想当潘金莲哪个女人男人没有个三妻四妾有的可以离、啊、其实龙哥也很厉害的龙哥也很厉害龙哥你也表演一下给他看一个姿势就你刚刚那个姿势你也表演一个龙哥哎我不能表演我表演我就进去了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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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哎呦你跳一个嘛给他放音乐你跳一个我相信你很厉害的真的不跳绝对进去了欢迎天龙哥好那我们还玩吗那个不玩了不玩了我跟我媳妇我是睡觉不是回家人说话去了好龙哥你别走找你个事谁啊咱俩走吧，飞哥。好，下次玩啊。我想，我想公主抱。哎呦我的妈！死鬼，死鬼！走了啊，梁山给梁山点点关注，还有龙哥，还有幸运。谢谢永飞哥哥，谢谢小幸运，谢谢。好，谢所有的家人们。累死我了！哎呦我的妈！老是想让我展现我的活，哎。他骑我还呀给你一个动作骑我敢吗哎呦我的妈你们老笑什么呀笑什么呀我也挺累的高我平时我可低调了我从来不和这些姑娘说多少话我平时他们招惹我动不动想骑我拿捏我想摸啊想玩我不是兄弟盘我哎呦你妈我可挺厉害的我哎太难了太难了现在直播哎每天我老朱心里老是勾起好多好多回忆什么回忆多么期望我与小娘子把手牵哎得感谢兄弟们花心大萝卜我你看又来一组这一组不认识不想见哎呦我的妈开车高手什么叫开车呀我老朱好久不开车了我都骑马
开车还得加油，马不用加，马直接吃草，骑上就跑。呵呵，开车多费劲呢，还得踩油门，买方向盘的，是贵。我可不喜欢姑娘，我在我心里我都厌倦了。哎，这个好看，这个美，这个漂亮，我可不喜欢这些妖怪。这感觉自己长得很漂亮，老是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高冷，我有的时候我很猛，我很讷的，我很厉害的，有的时候我不高兴，我自己都打我自己。哎呦我的妈！我看书得了啊。哎，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春眠不觉晓，春风吹又生。哎呦我的妈！打野。好。我瞅瞅啊，打野这一块儿我很少服过人，那今天呢，我就出去看看。每天我不看书啊！这位姑娘好。八戒，哥哥。哇哦，他的模样，他的叫声，不是，他的这个那个感觉，让我老朱爱了爱了爱了。可是你的媳妇儿那么多哦，你哥，但是你是花心大萝卜，他们都说你是花心大萝卜，是真的吗？不是，他们是黑粉，哪有我老朱这一个媳妇都没有，我可不花心，我老朱，我有的时候我连我丈母娘我都能爱，不是？哎呦我的妈！我有的就意思我疼媳妇儿，疼媳妇儿，疼丈母娘，我特别疼我。好吧，我暂且相信你一分钟。哇哦，这位姑娘是什么类型的主播呀？我是舞蹈兼全能主播喽。舞蹈兼谁？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是舞洛洛，我是舞洛洛。哦，舞蹈兼。全能主播哦，我是全能主播。有人哦，你也是全能主播。是舞蹈哦，这个哦，哎哦，那我就喜欢看舞蹈，歌舞升平，歌声嘹亮，歌舞相伴，潇洒浪漫。抖音的姑娘千千万，八戒的小娘子占一大半。那是谎言。我的那个这个潜在的那个魔法棒都已经掏出五尺了，哦，收回去了，没事，掏出来再放进去，没事。那咱俩玩一局，输了可否给我们大家表演一段舞蹈啊？好啊，那你输了。哦，你输了表演个什么啊？人家也会吹拉弹唱啊。好啊。你怎么，我觉得你怎么离我这么近，你头都这么大，我也离你近点。有人。你有
全家都服吗？谁让你离我这么近，离我这么近，我受不了，离我多近？哎呦我的妈！讨厌，死鬼！哎呀，我怎么喜欢的他都会说的。哎呦我的妈！来吧，来玩一局来。哦，来吧。那就这一把就开始了。就这把，哦、就这把。好，这姑娘一看就是舞蹈的，长得真好看，双眼叠皮的，嘿，细皮嫩。哎，她穿衣服怎么这身上怎么做个绳啊？有人。哦，闭麦，闭麦！哎呦我的妈！啊，答，嗯嗯。我带猪兄弟，我一眼猪八戒，我真控制不住兄弟们，你们看看怎么整吧、啊。各位兄弟，干净点，开玩笑，兄弟们，感谢谢大舅，谢谢哥，谢谢哥，开玩笑。第一次见面呢，这是个舞蹈主播，一会儿让他给咱跳个舞蹈，一起玩玩，兄弟们，你这怎么的？我放控制不住，兄弟们。哎呀，别笑笑笑，我不好意思，看到没有？好家伙，厉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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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感谢项羽大哥送到这，这什么车啊？哎呦我的妈！啊，有这礼物吗，兄弟们？感谢项羽大哥送的这车，这车好看呐！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哥。对，开玩笑，一起玩这个姑娘第一次见面，是一个舞蹈主播，咱看也挺玩得开，这就是直播效果，直播快乐，兄弟们，就破的。这车好像当年我老朱去高老庄的时候，那老丈人陪着我的，叫雪佛兰大黄蜂跑车，谢谢大哥。每个点关注，哥送了的大黄蜂啊，嗨你！快点破个什么路嘞？哈哈！破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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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是抽的，哦，这礼物是没有的是吧？哎呀，我说的很少见，感谢哥，谢谢哥，谢谢哥。嗯，这才是猪的本性。那常言说得好，粗柳不嫌细柳抖，世上谁嫌男人丑啊？我说猪的本性虽然是色了点，可猪老实。感谢海英大哥啊，有被拉票。好的，兄弟们，拉票，拉票，拉票，兄弟们，好嘞，感谢咱冰剧哥，咱先有什么上什么，兄弟们，有什么上什么，来，开始，有什么上什么，兄弟们，咱一起上，来，三二一，开始，破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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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感谢 GM 哥，谢谢 GM 哥，感谢的狗白的大哥，感谢只为你，谢哥出特来，感谢天宇小哥，哎呀，呵呵，哎，哥送的什么礼物还有我名字呢？哎呦我的妈！师傅，这什么礼物？怎么还有我名字呢？兄弟们，这礼物了，感谢哥，谢谢哥，谢谢哥。感谢项羽0927大哥，感谢项羽哥，像风像雾又像人，我大哥项羽，我像猪，猪鱼鱼猪，给大哥点点关注，破嘞！项羽，项羽，鱼，鱼和猪比较配的，鱼玩猪稀里糊涂。谢谢哥，谢谢哥，谢谢哥，给哥点点关注，兄弟们，求 party say party come on baby。感谢哥哥，感谢哥哥，我老猪呀，
祝哥哥早日下水。为什么下水呢？水里的鱼里的水不好。哎呦我的妈！谢谢哥，谢谢哥。哎，这位姑娘她总离我这么近，让我老朱有点控不住的感觉。你看人直播坐着近多好，她我觉得她的她都是这样的。有人，感谢山里牧人大哥，谢谢哥，谢谢哥。感谢侯玉林玉林哥送的大趴了没嘞，都开始来的，都说的挺好的。刚才哥开的大黄蜂，哥又开的趴了没了。哎呦，我怎么没有让媳妇背进来的呢？快！私密账号，哎呀，哥又是纯纯的情怀，纯纯的热情 ，I love it all。好的，哎呦，谢谢哥，谢谢哥，哎呀，太好太好了，哦，啊，这边，哎呦，感谢陈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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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哎呦，感谢哥，感谢我陈哥，感谢我陈哥，你开飞机来的，感谢我 GM 的哥，欢迎我陈哥，哎，原来都是亲戚呀，啊，我师傅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师傅整天弄那小娘子都不分享给我，他自己玩，不是？哎呦我的妈！对，就他自己玩。感谢我西岛哥送的东方日出秋破雷。No 那叫不让我玩，他天天自己玩，这不给我玩，每天还玩我的，我可是记得呢。哎呦我的妈！啊，天天自己玩，感谢飘逸小哥，感谢我大哥，给大哥点点关注，兄弟们，来一个。大哥，感谢我陈哥，谢谢感谢。刚才人还有手塔偷塔的小娘子，都是爱，网上全都是爱情票。感谢，我看看啊，咱给大哥都点点关注，我瞅瞅，项羽大哥，还有陈哥，飘逸小哥，侯玉林，歇大舅岛西岛，水剧，还有置物，还有。GM， 还有咱们的可惜不是你啊！哎呦我的妈！这位姑娘承让了。既然要跳，那小姑娘就跳便是了。你下面穿的是裤子是裙子呀？你猜。嘿，海龙哥，那穿的那好，那给我们先展示一曲，展示一曲啊！不管了。天这么冷，天这么凉，你不冷啊？好热天啊！哇塞！也不知我这个露了，整天烦人。哎呦我的妈！好了，一支舞蹈送给我们两方的家人了。好啊啊！这你呆！这舞蹈勾起了我老钟的情怀。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
这是双人的，放大放大，傻了吧？这大的，傻过。疯了。哦。啊。跳的真好，跳的那衣服的跳的跳就掉了，你可注意点衣服掉了封号呢。哎呦我的妈，我承认了。太好看了，太好看了。姑娘刚才跳的哪都好，就是光看你上身没看下身呢。嗯嗯，那臭流氓，人家让你看人家的整体感觉啊，谁叫你要去选看什么什么上身下身啊、我不是流氓，我是文盲。哎呦我的妈，流氓姓刘，我姓文。哎呦那个文珠啊，对对对对对，我叫色，我姓色叫色狼，我姓黄，我叫黄鼠狼、啊、啥狼。哎呦我的妈，好，我很喜欢的，给这个姑娘点个关注，兄弟，就是舞蹈的，就是能看出来这个中国舞，一就是你刚出手那一刹那你就看出你是专业的，挺好挺好。谢谢谢谢谢谢。对，没关注的姑娘呢，给姑娘点个关注，中国舞洛洛，哎，下次咱们就认识了。是的，是的。哎，我也关注你，下次咱们一起跳。我也关注了。好。我就喜欢那种肉多的。啊。好有安全感啊！有人。啊。我也喜欢这些肉少的，背上轻轻的。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教我！讨厌！我就听到这种声音，我就想自残。哎呦我的妈！难受！干嘛呀？你这是？嗯，好，下次咱们俩就认识了。希望下次咱们一起再。嗯，进入洞房、不是不是你不是一起再玩啊。哦好，拜拜。哇，你离我这么近，老是想诱惑我，我把我的吻依在你的脖子上吧。哎呦我的妈、哎、脖子上，我的哎还没说完呢。哎哎呦我的妈。Let me say yeah。说说又说说又跑了，不是我不是我色，他老诱惑我，他老叫唤。哎呦我的妈！我这先跑了，这整的。No no no no， 来来 no no， 业务少，今天都没在，今天都没在，走什么业务，自己出去玩玩，连业务累，晚上。这怎么居然白天还见着了？这为什么为什么不问为什么我来白天了呀？嗯，这个啊，我觉得你就是因为想我，不用问，因为你知道在白天也可以碰见我。嗯，全是你。我每天我都直播的都出阴影了，天天找你，天天找你，就知道你来白天了，我也来了，来陪你。什么情谊？不是情谊，而是情谊。哎呦我的妈！我觉得白天党是咱们俩的一个，咱们俩的。
双飞的日子啊。我觉得吧，互联网里给了我最多的就是爱情。虽说我是一头猪，但是我在你心里，你在我心里早已成了我的媳妇高翠兰。吓死我了，我以为我在你心里也是一头猪。也可以这么说吧，一头母猪和一头公猪可能产出很多很多小猪。哎呦我的妈。真的，我这得恰恰人中。那咱们玩一局呀、啊。好啊，飞飞、你这白天有没有认识的你的朋友啊？就是你这意思就是想找美女呗。你看我手里可多了。嗯，可多可多的妹子。你看我就找一个。啊，你找一个。今日投饮庆功酒，浑身是胆皆有愁，人间。你的妹子呢？刚才卡了，刚才卡了。我玩倒立的，我喜欢倒立。倒立。Hello， 猪哥好。Hello， 芊芊。Hello。Good morning, teacher. How are you？ 啊，都挺好的。谁的裤头子？不是，那个谁当？谁的裤领子？不是，这是哪？这个、是术语啊！请坐下，这个什么？谁的裤头子？是谁的胯头子？怎么说的来着？谁的？就是英语，你请坐下的意思是怎么说来着？谁当普利斯？哦，对，谁？对，谁当的有？谁当的有普？啥意思啊？谁当普？哦，对对，谁当的有普利斯？对，有梨子，有梨。谁当的有？有苹果，有梨。有梨。当的有梨子。对。哦。谁的主要？猪肉最近涨价了。当的有梨子，这英语的鸟语，我是真听不懂。还花钱学英语，一般你应该说猪语。对，有的人还花钱学英语，学那玩意儿干哈？学那玩意儿，你看我大字就来，这当里有梨子。哎呦我的妈！好标准呐、啊！这当里有当里吓死！绝了！反正我当里没有。哎！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当里有，你当里有核桃。当当当里当当嘟当当里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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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进来一个新朋友啊！小猪猪，人家才开播一秒钟呢，你就迫不及待想要见人家了，你个死鬼呀！咦，我的宝贝儿，我一听你讲话，我荷尔蒙都站这么高了都，我的宝贝儿！快点释放出来！我的宝贝儿，好久不见，我想和你吟诗一首。来吧，四音四音。好亲戚，好，哎，一天不见把你想，好想从你从别人哪里怀里把你抢，哎，哎呦我的妈，哎，四音四音真是美，老猪看到你流口水，老师，爱我一回，你说美不美？美，那才是真的美。你别听他忽悠，他刚才跟芊芊也这么念的啊，对，一样的，只不过就把七哥咋没说话而已。七哥还怕我 PK， 就填了个空而已。相信他一下，七哥看看一会儿这局是什么情况，贵不贵，再决定他说不说话。好，怎么玩？啊，你们说吧，我才开播一秒钟啊。请三位姑娘的吧，三位姑娘都是。习武人能说会跳能道会绕的，哎，
后来是没有女会说呀，死鬼，谁有女会说？这儿最后说的就是你了。我平时我不讲话，我高冷，我不一句话不讲。哎呦我的妈！姑娘说吧。都没有字儿，小青姑娘喊我吗？一二奖励三四呗，好，行吗？那什么奖励呢？朱哥定呗。咱们是什么局？才艺局还是娱乐的？还是谁赢谁说了算？还得看看输了，谁没输呢？都能看。才艺加娱乐，输拿反了吧，朱哥？啊啊，对对。才艺加娱乐。小学都没毕业，一共上两天学，还赶俩大礼拜，他还看本书。哎呀，书中自有颜如玉，英书里还有小英语，阿波茨的厄夫哥和一起喝那么乐。小学一年级就念三遍。W T 校长看见他都迷糊。Q 他那里边啥也没有，都是小人。带俩五，俩五，俩五单调。都是些小人书、小画图书。对，菲菲看的全是小图。就不要再乱念了，死鬼！就是啊，在这装呢。谁说是小人书？啊，小鸳鸯。两个人都没有，来，怎么事？你再不定，我们三打一了。哎，就一二减三四吧，一二减三四吧。来来来来来来来，开始开始，要不然全跑了，妖怪，我全跑了。谁妖怪呀？两个、三个全是妖怪，全妖怪都会跳。他自己讲的人不人，猪不猪，说我们是妖怪。闭麦。还有吗，反应哥？妖怪全咬死了，这一天天的，这我是第一次跟八戒哥中午连上麦，白天以前都是晚上嘛。这难得，哥，行，兄弟们，飞行员大队，兄弟们，哥几个一起上，每个人准备一个，我查三个数，兄弟们，感受一下飞行员大队的实力。每个人准现在先听我说，先准备，先点开礼物单，小。别，现在不用刷，现在不用刷。我三二一，感受一下，就是全体的人再送这一个小千纸鹤，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分数，兄弟们。来，我看三个数，兄弟们，听我口令，兄弟们，给我口令，来，听我口令，把礼物单挑出来，小手放在这个千纸鹤上，兄弟们。直播间六七千人，每个人一个，兄弟们，每个人一个，七千八百人。来，三二一，欢迎灵儿，开始，干就完了，来。刷呀，兄弟们！飞行员大队虽然是一个小礼物，你看这是实现火焰高的循环，兄弟们！一万的兄弟们，一秒钟，刷呀，兄弟们，还可以继续往前走。有请第二波飞行大队准备。火力全开，给刷这个千纸鹤的兄弟们点关注，兄弟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给送千纸鹤的朋友都点关注，兄弟们，飞行大队勇者无畏，感谢我，感谢我哥送的666，一万五是吧？什么概念？一句话就一万五就过去的。要晚咱们晚上要准备好的话，晚上准备好的话，一下子穿个十万八万分，厉害的很。哎呦我的妈！还有吗，兄弟们？还有的话再飞，接着飞一波，兄弟们，咱们直播间兄弟们看到刷这个千纸鹤的兄弟们，给送千纸鹤的哥几个点关注，就送千纸鹤，大老子也不整，小老子也不干。哎呀，飞行大队，我顺哥又开飞机来了，兄弟们。哎呀，改欢迎王毅的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感谢项羽大哥又开飞行大队，勇者无畏。感谢项羽大哥，感谢哥哥，谢谢哥哥。
个点关注。关注不上啊。给王大哥，兄弟们，散票，咱们的散票就是咱们的小千纸鹤，飞行大队的长官马上到，马上到，兄弟们。对，以后咱们的飞行大队要一定要在互联网能火。对，前期我喊的时候全是小千纸鹤先飞，大哥最后开飞机监督，哪里跑？哎呦我的妈！哪里跑？最后呢，守塔大哥在开导弹，在助咱们一臂之力。好，哎呦我的妈！我想的挺好，想的想的真好。哎，感谢王毅哥，王毅哥也加入咱们的飞行大队了，兄弟们，义薄云天。感谢我零度哥，感谢我顺哥。哎呀，感谢大哥，义薄云天的兄弟们，谢谢王毅哥。No, 感谢，哎呀，我的妈，多少人啊！感谢王一真 ，Super！ 哎呀，我去，我怎么好起来了吗，兄弟们？给榜上哥几个点播关注，兄弟们点播关注，感谢王一哥，谢谢王一哥，王一哥你这叫包圆哥，你这不是这么玩的啊，妖怪！让你榜上大哥兄弟们都点播关注，兄弟们点播关注，关注榜上哥。还有，给刷千纸鹤大哥点关注，兄弟们，这整的哥，你这要你个要霸我屏哥，你整的。哎，谁？感谢我顺哥，兄弟们，给我顺哥点关注，直播间所有兄弟们，给榜一我顺哥点波关注，兄弟们。感谢我王力哥，你这整的就霸屏啦！我这我一看呢，这三位姑娘让我评判的话，我就给她评判说，一个是嫦娥，一个是猴哥，一个是潘金莲。哎呦我的妈！看表情，三个全我老朱全在掌控之内，我全给他拿下得了。哎呦我的妈！还有三分钟时间，我这看呢，这一局我觉得哈，已经拿下差不多了，但是不能掉以轻心呀啊！我老朱的魔笛一响，哎，他们都得害怕，你看。
the village with no mountain to hide. Reach the top, touch the sky. We brought to this new disaster. I'm making it no when I'm proud. 喊麦喊麦呢，喝的猛碎，喝的猛看，喝的猛喝的看了看了猛喝的 key， 喝的看了 key， 喝的贵喝的 key， 哇塞，喝的好，喝的好呀，哦吼吼吼，变成不死了，感谢零，感谢我零度哥，给零度哥点点关注，谢谢哥，谢谢哥，哎呀，感谢我大哥，又开飞机来监督了，就怕嘞。这是不是公羊，这是母，这是二姨的。哎呦我的妈！这是公羊，这是公羊，这是公羊，羊我学的像。我是真喜欢兄弟们，我是真喜欢。把我们大哥都点点关注，兄弟们都点点关注，哥一个都自家，你看。这整的，这一看呢，我这整的，哎呦我的妈！妈呀！守塔，守塔，兄弟们，最后的时间，哥几个守塔的兄弟们，每个人咱整个小礼物守着，兄弟们，众人拾柴火焰高，守塔。感谢我圣哥，感谢我圣哥守住。OK OK OK， properly free for four， you ready come on， 上火。媳妇了吧，给榜上的这些爱情票的小姐姐全给她按上关注，这榜上全是姑娘，不过日子了，哎呦我的妈，天天追我，晚上半夜看我一宿，白天不睡觉了，哥不给咱洗老公做饭了，全是女的爱情票，谢谢我，哎呦我的谢谢，全是吃饭不吃饭的问题，全是爱情票，让我老朱怎么整啊，这全网这全是爱情票，哎呦我的妈，哎呦妈，他好凡尔赛呀，他还整点爱情票，真是都现在是爱吃猪肉的爱吧，对，我觉得只有他有爱情票，我可没有，我知道最近猪肉涨价了， 我网上不知道咋回事，怎么都是女的，一个你们一个比一个漂亮，我的爱情要飞走，以后只许男的刷礼物，女的刷礼物我就拉黑你，哎呦我的妈，哎呦我去，我硬吧，我高冷，我是那样的，真的嘚瑟，高冷，你不罚一会儿人跑了，好吧，咋能不要脸呢，走，我们走，我们上个走走，谁是三四，谁是走，打不过爱情，我们走，谁是三四，我和宁宁，好，你开心了吧？我来奖励吧。开心了吧？老开心了。我来奖励芊芊。有人，感觉，哎，要不两个都归你啊？啊，这个可以有三个我三个给我都争都行啊，三个不行，我赢了，你这你怎么那么贪心呢？好贪呢，两个都给你。啊，
两个都给我。看着锅里的，吃着碗里的。你可以让他俩蒸你一下子吗？可以可以可以，骗了，是吧？这个行。好，可以。我不想蒸他，我看不上他了。让你喝个瘾。不行。我也不想罚我。我没有兴趣，怎么办？我现在没有兴趣了。说不出话来，我怕我说不出话来怎么办？我现在看到他也没有兴趣了。这样。我也没有兴趣。用才艺也行，语言也行，每个人三分钟的时间蒸我，蒸我就蒸我，就给我表演洗脑，让我洗眼球，就看让我看他，我跳舞也行，唱歌也行，表演也行，诱惑我也行，每个人三分钟就迷我，就爱我，就想得到我，就想按着我，就想摩擦我，就想玩我，不是，盘我，气的，来，这话怎么跟我气的，我搞个一锅端的才艺等我，来。用才艺也行，搞个一锅端的才艺，我想拔电脑了，真的，我想把电脑拔了，我就当我不小心没电了。来，搞个一锅端的才艺，我无所谓了，我都已经第四名了，现在我播个啥？开始，他在诱惑我，今天你看他的眼神，来，好，我看他怎么诱惑你。我做回导，做回导师，我转身。有人，哎呦我去！要谁先来？现在是要谁先来？现在要谁先来啊？我们俩是要一起来吗？不是，一个一个。我们俩要一起啊，一个一个来。明天你先来吧，我学习一下。嗯，不行，我要整个一锅端的，你先来。让小倩，我要整个一锅端的，我这播不下去了，我这一天都是，快点，你芊芊先吧。先来个正经的，让小倩先来，待会儿再来个来个正经的，这不是我现在就看他正经不起来咋办呢？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蒸我，那就往死里浪，蒸我，浪你个浪！我怎么感觉人家都不太想蒸呢？搁这儿，就是哎呀，你知道就特别为难，就对，特别为难，不想蒸他，我就啊进入不了角色。对，我平时要一啥，我老起来说起来跳就跳，我现在都不想起来。我也是，哎呦，我这哎呀，张口有点累。推给我，他不要，推给他不要，干啥呀？蒸我，蒸我。好累呀、啊，这腰今天有点疼，嗯，然后呢就腿疼，我也是，我嗓子也不舒服，就可能一会儿就可能我可能会卡一下，小倩都无语了，他们我俩都无语了，他们要不你俩赎身吧？哎呀，不行，我这属实，我跟你说，这个人需要精神的支撑，就现在就没有兴趣、啊。要不前天放一个音乐，我俩一起搞。行，那放个啥呢？你觉得什么配他啊？配他拉食品公司去。等一下，有没有这种杀猪的刀这种歌？嗯，杀了他，吃了他，宰了他。不要整成猪吃得了呗？还不想整就还扣肉呀？哎呦我的妈！没再扣肉呀还？没再扣肉。天天放吧，我准备好了。我放，你确定？嗯。对，我已经准备好怎么勾引他，我想好了，来。哎，这个我这一下子我都不知道放啥了。哎，我知道放啥了。嗯，等我一下哈。杀猪刀似的。杀猪刀，我找着有没有这个歌哈。好磨叽。这首歌名为《杀猪刀》。不是，他惩罚我是吧？哎，猪猪！哎，这把刀拿出来会不会被提示啊？要不我去拿了。哼，这我也没有个墨镜，你就整的我。刀的刀刀，那是什么刀？刀刀的刀刀，哎呦我去！一刀一刀一刀，刀刀催人老。我的青春小鸟已经飞走了。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猪哥的忌日。只剩一朵菊花随风飘摇，随你月一把杀猪刀，黑了木耳，紫了葡萄，抓了香蕉，瓜熟蒂落，可时间在跑，我的小伙伴呐、啊，要趁早，谎言是你。配你一呗。
有种过年的感觉呀。估计到不了。秋哥太可爱了，太像了，这哪像，简直就是啊。这是惩罚谁呢，猪哥？你我猪哥好像冤种。这局杀猪太累了。哎呦我的妈！太累了。以后村里酸菜可别喊我呀。对，是你俩诱惑我，得到我，你俩宰我呀！吃肉呀，你俩呀，你呀，干啥？以后这杀猪的事别喊我了。八百年赢一回，想做一回男人上的男人，让女人争下试试什么感觉？他俩把我给宰了，妈的！争着争争你吗？哈，给你争上，争着杀我呀！烤乳猪，哎呦，烤乳猪争着吃肉，他拿个直播架，他打我还。啥呀？我没有刀，我怕拿出来不太合适，我要不就拿刀去了。可以的，你看我拿剑子，可以拿是吗？那下次你拿出来。嗯，他俩争我争的挺得劲儿，我答应了。他俩剑行，但是刀肯定不行。都是我的。哦，是吧？那算了吧。肯定的。他剑他属于直播道具那种嘛。但可能跳舞也能用得上，刀肯定不行。嗯，把腰子嘎了。啊，嘎了，给你腰子，给你吃猪腰子。蹄子，蹄子，坐下来，蹄子，直接来，拿个剪刀给他整个一剪梅。还有猪皮儿啊，猪皮儿美容。对，猪皮，泡椒猪皮是最好吃的。看到没有？白天的主播挺狠的，不要宰我，我还是回晚上吧，兄弟们。有人，这个不过分人心，我都饿了，怎么办啊？来，才艺局，咱们呢从小倩开始，咱给大伙就是表演一个，兄弟们都表演表演，来开始。哎，四三二一，也行。嗯，行，那我先啊。啊，那行。哥几个人气票都领兜里没有，兄弟们。来，都我要跳啥我都不知道。路过的，他不爱搭理。可以。我要跳啥我都不知道。来。那我先整啊。行吧，可以把杀猪刀再跳一遍。行，那我先来吧，我跳一段。杀猪像过年了一样，咱来一段张灯结彩。实在是没啥彩一性的。是不是猪鞭？不是，猪鞭。嘿，看活，看活。哎呀，这个好。我也有。歌声嘹亮，惹人醉。哟，都有哈、啊！我也有。吹出幸福滋味。我把马儿扬鞭催，驮着丰收从不累。饮一口清甜的水，尝一曲家乡的美。有甜蜜的欢笑相陪。杀灯结彩，美不美？看火！幸福年年岁岁，动人的嗓门它亮耀喂，唱的新生活它富有喂，长长的彩绸它心耀喂，红火日子年年岁岁，放大我试试啊！哎呀，你看这，哎呀！我靠！哎呀，你看，哇！哎呀，哇！歌声嘹亮，惹人醉。大黄灯笼翩翩飞。哎呦，头顶分。哎呀，漂亮！漂亮！
哎呀，我爸妈儿养鞭锤，拖着丰收从不累。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小倩那个活啊，过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好看，好看。厉害了，杜哥把我放大了吗？这么好啊？有的相机没高清放不大，就这个手机能放大。相机好像放不了啊。挺好，挺好。这也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两下子，特别特别狠。下面的下一位姑娘，准备好了没有？来，我吧，准备好了。OK。行，你先来，妞妞。OK。我随便来一个哈，我不咋会。来，我们咋谢谢听风哥，这整的我都想翻俩跟头了。嗯，会吗？我也是，那我会吗都？地儿可能不太够。哎呀，这我都想走钢丝了，我这吞咽啥我都想整。真的，我都想上上杆了，就上我以前劈叉心厉害，我以前劈叉老狠了，我以前劈叉我人搁这劈，腿在脸上挂着呢。哇，厉害了！一个叉下去，对，两半都。人走了，腿扔那儿了。对，腿扔的。这地儿出不出溜？哎呀，算了吧，一会儿那脑袋磕了，这点地儿不合适，不值当的。黑玫瑰呀！我靠！啊，这可以，不行，就完美不行，放不了这个，手机能放大。妩媚的表情，妩媚的她，让这些男人都能，文化特别，哎呦我的妈，特别漂亮，好呀好呀，对对，都能得劲儿，对，特别特别好，特别好。刚才是文武双才，你看刚才那个舞蹈，这个还有武拳的，下面的这个厉害了，下面这个是舞蹈加武术，他的腿经常，以后咱掰腿能不能穿长裤的可以吗，芊芊？这不是为了流量吗？好，咱还有记得以后倒立能不能咱穿个裤子，裙子不能倒立，可以？你懂吗？行，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下次多注意咱。嗯，来，咱们有什么办法？如此内卷，是不是倒立都不能穿裤子了？来个断翅灵。将喜怒哀乐都入
火燃山中，未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台下人走呀，不见酒饮，这个就放不大，我急死了，兄弟们，这以后相机能不能不用相机播？哎呀！专业。哎呀，别慢点，慢点，这别快快，衣服掉了，等会儿这。这翻身要功夫。专业。太厉害了，咱这舞蹈太好了，太好太厉害了，太美了。咱谁说不说，兄弟们，这就想起了我当年我练武术的时候的光影了。我听的音乐我特别喜欢，因为我从小6岁开始学武，学到了28岁，好久没有练了。中间呢，我这个，真的吗？说的好认真呢。嗯，你看，我就给你先摆几个 pose 吧。我都当真了，我都。妈耶，这厉害嘞！他把那猪脸脱了，我都当真了。他这样一说，见我翻过空翻的兄弟们，扣个一，兄弟们，以前空翻我能见得提两米多，现在胖。我来说，这块，八戒哥，你小心点，裤子别扯了。那待会儿别走光了，身上都是自己人，这被提示不太合适。裤子扯了是小事，主要别扯了裤子里面。哎呀，好，来一段，我得给他我太监，来一段这个。当年啊，这一把年纪了，注意安全呢、啊。对，咱有的时候啊，是吧，过激不太，对，不值当的，不值当。这个胜负欲不用那么的强，就是表演这块，就是随便，对，随便演一下，我们都喜欢。这块就是说，我主要是我这个，哎呀，要求比，哎呀，比、哎、比较高，要强，能给它放大吗？朱哥，你给你自己放大呗。一定是要强的才艺。我这个表演这一块我可喜欢了。其实武术这一块我还不会整。只要是整这一块，只要是个要面，兄弟们，就是赶到这儿了。这一块对，这平时我都才艺整的都。哎呀！哎呀！哇、感觉来了，这么帅的老周吗？Yes, I kiss for me.
自己裸队在战斗了，热血跟着沸腾了，别想走过我边的乱跑，歌词也只是随机捡的，希望你们不要介意。真的挺帅哟。我学 hip hop 了，但我还是很爱他。我 F 不可恩恨先天。点了，王木兰。对，是的，贾家光。哦。这两下像我行，哎呀，有那意思。可以啊，这是首秀吗？这看你大伙都翻一个，我整的我都血液沸腾嘛。这我没防啊，我不防，我不行。我不那么要强，我不防，我防了我就 一辈子只能防一次头着地。好嘞好嘞，咱们喜欢的话关注三位姑娘行不行？挺好挺好。谢谢我们主哥带着我们玩。白天呢播的少，哎，就碰到的就是老朋友，真的很高兴。那就是钱小倩啊，还有思音啊。和芊芊都是特别有才艺的主播，我希望哥几个给点点关注，兄弟们。嗯，我看朱哥白天连过来，我也觉得挺高兴的。我觉得晚上朱哥太火了，不，根本就很难连到，对，比较忙，白天抽空，我们赶紧薅一下猪毛。你就看着他都连不上，你知道吗？就是很忙，而且朱哥一般都才艺局。一局的话是的，其实打完之后就才艺要很久，就不像就是那种做惩罚的那一种，看就很对小倩都理解了，真的就是非常喜欢，嗯，很有直播内容的那一种，所以说一个麦要很久，所以晚上没有机会。今天白天我也觉得，哎呀，朱哥连到我，谢谢哥想着我们，对，谢谢朱哥哥想着我，谢谢。做一个，哎呀，哎呦我去，做一个，不行，菲菲哥现在没有戴面具，嗯。我其实受不了，其实我，哎，我走了。明天晚上，我觉得他不戴面具，他就耍不起来流氓，你知道吗？他戴上面具就真的是那种可以不要脸的那种，这对看得出来，是吧？他摘了面具，其实他挺害羞的。这白天这个太亮，遮不住我的色。我晚上我没有灯，我挺狠。走了，兄弟们，都关注思音，还有小倩，还有倩倩，我就走了啊。好嘞，谢谢这个，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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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谢谢，拜拜，好，拜拜，小倩，然后思音，我给你点关注了啊。好，哎呀，哎呦我的妈！那咱这累也挺累，啊，也不是放不开，兄弟们，就白天呢，白天，你那姑娘的演才艺，玩玩一宿，玩玩，你老是调戏人也不好，晚上呢。猪八戒调戏人家，啊，都不亲一口，假正经，这个真假的还用去掩饰吗？你真假，我假正经有啥好处？是能娶个媳妇，是能咋的？是能假的整不出来，真的。有的时候我总觉得吧，因为你戴面具吧，再遮个脸，猪八戒的这个需要效果，直播效果，调侃人家不生气。你要睁个大鼻脸，老爷们30多给人说那些话，人家不是笑话咱吗？兄弟们，人家不笑我，人家粉丝都笑我呢，那要面儿。哎，就是这个，不是放不开。咱身为一个男人，懂得这句话，一个人都懂得这句话。兄弟们，台上做戏，台下做人。当咱去稳板板正正、稳稳当当的时候，咱就是一个老爷们、老哥们儿。然后给人家姑娘，人家姑娘说良心话，比年龄的话都喊咱一声叔叔，咱给人家骚不拉几的好吗？对不对，哥几个，这样好吗？人家都咱都30多了，人家的姑娘才18-19岁，比人大一轮，你给人家娘子娘的喊着，人家就你觉得这样对吧？对，是不对？猪八戒的歌词都对，猪八戒是本色出演，他是猪八戒，他碰到老的小的，要是姑娘，他都会调戏，他不调戏眼都直勾的，这是猪八戒的一个形象，一个模式。你以为咱老爷们咱就是对吧？哎呦我的妈！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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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大伙都明白都行，都看我直播懂都明白。不是说兄弟们以后别说了，哎，不戴面具不会调戏，咱不是一个那样的主播，咱对吧，咱就是一个猪八戒，需要
骚了，他肯定去整，嗯，咽不了口，对吧？没毛病，谢谢兄弟，谢谢兄弟，就是本色出演嘛，还用多介绍吗，兄弟们？只要是以后我再连麦说，哎，不戴面具放不开，那你就错完了，兄弟们，不是放不开，咱是不能放开，人呢？心在，不是那是话怎么说的？这下不了手，兄弟们。对，咱们呢，有没有属于闷骚型的？哎，闷骚咱不敢说，就是老爷们儿该骚的时候咱必骚，不该骚的时候咱得有一个度，有个度。调戏就是演猪八戒调戏的时候，人家姑娘对方是才艺主播，稳稳当当的，咱给人又是亲人家抱人，又是玩人家，人家咱也干不出那事儿。你看对方的主播，你其实一个主播是眼光是最亮的。你想想，一个人能把这几千人能带入这个剧情感，他也是有一把刷子的。本来打个比如说，对方是个比较文的姑娘，老师，你上来，哎呀，还是有品质吧？对，谢谢星宝哥。这对方是个姑娘，你上来给人家七八的，人家烦不？咱是也烦，对吧？就看对方他说话，就像那一局那个摄像头放大的那个穿少这个，我一看就是什么类型的主播，调侃呗，可能有效果，大伙也开心。你看对方是老师。你好，这位主播，你上来就亲人家，人家咔，去，没面儿，兄弟们，给我的媳妇点点关注，兄弟们，我这小号，下一次我直播就用这个号播，兄弟们，这是号播，我的小号，我媳妇的号，嗯，对，这还送这么大，看到吗？看我咱家海燕发福的格局，兄弟们，上来就两千斗币，不整那三个五个元，你看咱家就选。海燕现在说实话格局给我差不多，现在就只有就有一句话，没多少，多少少都是自家八家人抢着玩，兄弟们看到没有，两千你就这一点给我越来越像了，哎呦我的妈，不瞒你们说，我媳妇买双鞋就能超过一百的，我媳妇都疼好几天，你发福的200的整，就这一点你和我就像，别看咱爷们穷，咱爷们净干大事儿。给我媳妇点点关注，兄弟们啊！三我儿子的，我媳妇买双鞋89块钱，给人退三回。我说你别退了，人家也不容易。他不是不容易的事儿，你买了不能穿怎么着？我买了不能穿，你不能送人吗？不行，这80多块钱呢。我媳妇真事儿啊！比如哥一个，对，你看，说实话，兄弟们，敢给媳妇点点关注，给我点点关注，兄弟们。啊，这发福带这个真事儿。就我89块钱买双鞋退三回，我说你运费一次10块，你三回就30了，你值当的不？他说没人穿呀，没人穿，我说没人穿，你送人家你不能那啥对吧？啊，你发福的200元子，咱就是趁这一点，没给我丢脸，没给老八家人丢脸，你可以，你到什么时候都是正宫，我就是以后火，以后火与不火，哈，我都是你的前线。我媳妇说了，别说这么多，人家咋想我？哎，怎么事儿？现实就是现实，咱不整的就是，哎呀，咱多有名的，咱就是这，我就这样。你看我的衣服，这衣服3年了，它攒不掉，我就不扔，我就穿着啊，多好。对，特别好，对吧？给我兄弟那关注，看看兄弟们，真的，自家人兄弟们发那个福袋，哥几个给海燕点点关注，兄弟们点点关注。对，这是我真媳妇，真媳妇。我下次直播就用这号播，这号现在推流老大了，新号都推流。哎，你怎么能就2万多粉丝，直播间就三万多人，嗯，啊，就是范儿，就是对，打野不打野的兄弟们，这么我2点半还有一场家长会，今天儿子家长会，我就你穿的挺板正，我今天晚上，我这会儿回家再换双鞋，开家长会，人家我同学的爸爸都知道咱是网红啥的，就是网红一穿，对吧？你去。你笑话！哎呦我的妈！哎，嗯嗯，哎，是吧？我说就是，哎，就咱们呢挑了，有非呢就是自人嘛，就是就喜欢的什么呀？喜欢就是敢说敢道，就是啥事咱都敢说敢道，不想整的就是。啊，恐怕你们这个那个的，恐怕你们知道这个不好，就是玩儿。哥几个，我就是大咧的脾气，嗯，基本不认识。对，今天星期六开家长会，我整的也就是孩子不上学嘛，老师从来没有见过我。我不瞒你们说，我孩子上学这半年了，我学校一次
我去接过，需要老师都不认识我是谁，因为每天我直播嘛，白天睡觉，晚上直播。嗯，感谢我烟花哥，欢迎烟花哥。哎，行了哥，行了，别傻了，这个鞋穿两年了吧？我天天换，鞋哪穿两年了？这不显得时尚吗？哦，我儿子现在可好可好，欢迎欢迎风雪哥，可好玩了。一说，哎，你看抖音吗？魏老师，怎么事？就听感觉来，不能看抖音吗？我爸爸在抖音里演猪八戒，很多很多粉丝，很多很多媳妇儿，我儿子都知道。你在这整的？哎呦我的妈！山水都不及老妹儿，你啥不传？你传这事儿？咱家孩子就是怎么，他就是那脾气老好了，就是那种，就是牛小辫儿。到小李，哎，你看我爸直播吗？我爸在抖音直播演猪八戒的。然后这人家大人听不懂。爸娶我爸直播娶媳妇可厉害了，天天都娶好几个。妈的天！哎呦我的妈！我的脸蛋儿修长个美腿，尤其那大秧歌浪里带着美。东北的山，东北的水，白山黑土洋芋。啊，你都结婚了？哎呦，我都三十多了，咱又不是那些颜值直播，就隐藏婚姻啊！大家好，我未婚，那玩意儿整那玩意还整啥呀？咱玩的就是一个真实，嗯，你看我这样的兄弟们，我要再不娶媳妇，过两年我连个媳妇我都娶不了，兄弟们，我带坏了。不是我给海燕说，别让孩子看我直播，我孩玩的就喜欢看直播，还给我点赞，啊，给我点赞，你看这整的，那、啊、看我爸直播，我爸是抖音的猪八戒，抖音的猪八戒可好了，天天。娶好多媳妇儿，那六七岁的孩子，你懂得什么娶媳妇儿啊？我天熊呢，他才笑。老妹儿你的美，冬天下雪片呀，雪花。我挺高兴的，你这，怎么有回音？孩子小，孩子才六七岁，对，他一喊他名字，他不高兴；你喊他小八戒，他那高兴的老狠了。晚上穿猪皮靴，你别人笑话，咱真去学校，你还开猪皮靴，你也觉得是个傻子呢，这样的。少玩手机。欢迎欢迎，对，今天呢，咱富二家的朋友来了很多，还有小企鹅家的朋友，欢迎兄弟们，对，就是。晚上呢一起玩，感谢兄弟们啊，给我点的关注，还给我点的赞。家长会开直播不能，那学校里能开直播吗？会打人机票吗？不会。好了哥姐，我就下播了，兄弟们，我这你看我回家里我洗个头发，满满登登的去，对吧？给老师留个好印象，办1:58了，两点我就下播。咱给榜哥几个点点关注，兄弟们，我盛哥是一个从 KS 来的，兄弟们支持我的有好几年了。还有我零度哥，这些老杠，零度哥一团人一辈子，还有沐风打工人哥，烟花哥 GM 大哥，零五哥，还有咱4.5块，里咱都是哇，这些兄弟们啊，对，咱就平时你看平时没事的时候直播，你其实你永飞的时间呢，比如说这个直播时间长短的，兄弟们，就像人家说的一样，我的直播不是说永飞多辛苦，兄弟们，因为明天卡了一个猪皮。你看我直播啥时候就是在就冷过场过，除非四公哥人家演才艺的时候我能歇一会儿，但歇嘴皮的，歇我的眼，待一会儿。平时我一个人播都是坑嘎，不是蹦就是跳吹唱喊，对，兄弟们，不说辛苦，兄弟们，咱希望哥已经理解。对，咱们有的时候播的白天呢就只能播一个两小时，咱也。咱也不能播这么久，还有晚上呢，兄弟们啊！啊，你老师劝粉，人老师人别给你瞎整，你真是文化人。咱说实话，兄弟们，咱演这个猪八戒这个形象呢，他就是为了就是什么呀，给大伙就是带来快乐，带来欢笑嘛。你要一个人去这么说，还不好玩呢。就是台就是演出的时候，直播的时候，那就是一头骚猪。你不说，你们要说我不骚，我都烦。哎呦我的妈！真事儿，就是你我演猪八戒，要是没有效果的话，我都烦。我要不骚，我都不得劲儿，因为猪八戒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渐渐的骚骚的，越骚你们越骚，我就成功。感觉我是越骚我就成功，做人就不一样，做人咱就堂堂正正的，咱一是一，二是二，才艺就是才艺，
娱乐就是娱乐，这是咱们一个人的主播的一个方向。嗯，你要说你对吧？芬芳如花蕊，火辣辣的老妹儿，你贼辣辣的。猪骚人不骚，人也骚，不是？哎呦我的妈！不是，人呐、啊，他人的骚，咱也不能给人家胡瞎乱骚啊。咱得有个度，人家姑娘挺好的，嘎给人骚，给人就整你，人笑话不？还有你们也这一样，直播间也有比我大的，比我小的，咱以后去玩，兄弟们，看见人家小姑娘能调侃调侃，男人本色对，但不调侃千万别瞎说，兄弟们，为什么呢？人家咱有的时候看直播就图个乐子，你别整的人家不得劲儿。你还有那小姑娘，你像你谁啊？啊，我想想啊，就那个年纪比较小的兄弟们，人家再扯，哎，咱就当个。哎，说良心话，有的都比咱孩子大，你就看玩玩，挺高兴，乐乐呵呵的。你别给认真，一认真，我呀喊你那以前，现在好多了，现在没有喊的。以前最早的时候喊八嫂，人喊完之后，人家姑娘人是敢还想生气，还不好意思生气。直播间最近人家直播间这么多人，搞得我好尴尬。人家比我都小一半，我32，人家18、19岁喊，把人整的人大哥烦了。这就是一个人的语言的这个冲差。咱就听看着玩，人家能玩得开呢，咱就玩玩，聊聊天，乐乐呵呵的，点点赞，哎，玩不开，千万别给人瞎整。嗯。对，大家说甩人，说下甩人，别甩人，兄弟们，自由活动，天天甩的话，这些徒弟也吃不消，这些徒弟真吃不消，兄弟们，一甩人的话，你唱着唱着对吧？咱哥几个自由活动，我一下播之后，咱几个看哪一个咱家徒弟在，直接去播人，哎，老大下课了，来玩玩，挺好，还显得咱们哎还。哎，有这么多铁粉来，哎，不用甩，一甩的话，你留多了吧，也挺累；留不多吧，哎呀，看吧，师傅甩几千人，你只留这些人，导致这些人的眼光那啥。每个人的徒弟他都有成长模式，你又没有说一个主播靠通过甩人甩火的，通过去给人甩人甩火的，我说是对不对，兄弟们？我真的甩人甩火的话，那我天天给徒弟甩，我天天徒弟全火了，还是靠自己的本领、自己的这个方式，对不对，哥一个？所以说你们呢？我知道想让咱们家徒弟多好点掌握人气，那没用，甩了好几千人去，等会儿播着还有100多人，那是怀疑是粉丝的眼光有问题呢，还是徒弟的能力有问题呢？对不对，哥几个？所以说你们我下播之后，咱哥几个只要这边一下播全跑徒弟屋里，到时我哎呀，你看通过自己来这么多人，哎，还显得徒弟高兴，你们也得劲儿，对不对，哥几个？有飞虽然是个眼珠猪八戒的，我考虑事考虑圆满清楚挺好，你要天天甩，天天甩，一天连甩5天。第一个，你们也害烦了，别甩了，你徒弟留不住。第二个，徒弟，师傅，我是不是能力不行啊？每次甩人，我都留不住，心态能容易崩溃，压力大。记得我的话，做事没有一下子就成功的，你慢慢的去审核，慢慢的去监管，慢慢的去看，一步一天3个人，明天5个人，后天10个人，大后天20个人，一步一步一步起来。这是最好的、最珍惜的、最考验人的耐性的。你嘎子给他10000人播着，播2天还有100人，你看第3天他指定不播了，怎么事儿？笑话！哎呦我的妈！就算几只沉鱼落下，赏你一份美，生生世世把你爱呀，把你追，火辣辣的老妹的贼辣辣的美，咱们两个细水。有内容感，有内容感。咱不说别的，兄弟们，香音哥大伙都看过吧？兄弟们，香音哥，你看这唱歌的香音哥会吗？才艺我香音哥会吗？我香音哥开车炸雷挺好的，这会吗？他一直播，我看的都挺狠，比挂铁都严重。7000多粉丝直播间打几百人，我的妈！我在想，是挂铁了吗？哥，他哥说没挂，咱家时常都挂到在我直播间，就像粘胶一样，都是得劲儿。你看，哎呦我的妈！好家好般配。对不对，哥几个？没事，我2点半的，没事，我是2点半聊聊会嗑，这是不是，兄弟们？我说的是不是没毛病？相信哥小眼镜你戴啊，你这一个啊，我都笑死了，相信哥也一戴啊，跳一个，整的挺好，这就是什么呀，兄弟们？娱乐开心为主，这哥几个看的得劲儿。对不对，兄弟们？咱徒弟奶茶唱的也好，跳的也好，长得也挺漂亮，对吧？这你慢慢的去磨合。你看，你说香音哥，对吧？老爷们儿，直播间全是老爷们儿
我前几天我一去，见一个挺狠，整的什么事儿？还能聊的什么？啊，就是调侃女主播。我看了一个视频，人家胸前画个猪八戒，先一个问了，那个包袱，说实话，我都没想着。哎，问一下呢，美女，猪八戒的腿呢？哎呦我的妈！我看完之后，我直接给他一个大嘴巴子。因为你是好好的，有人画个猪八戒搁胸上，你就看着猪八戒就挺好玩。你猪八戒的耙子，他要拿掉了这个怎么办？他们吊着里面是吊外面，这也是个梗。我申一哥直接问：“哎，美女，你画的猪八戒他的腿在哪里了？”你在整的这姑娘愣了，真狠！你哇问的真狠，兄弟们，你看过没？就是这个啊，这个猪八戒，这不一个猪八戒，他女的胸前穿个低胸，穿个猪八戒，扛个耙子，就站这里。你那他咋不问就你咋问啥都好，问耙子也行，问人这个猪八戒，这个猪八戒挺暖和，这猪八戒真挺好。咱该说不说，这个猪真享福，能哎那个是吧？这些话题挺好玩呗。直接一刀见血，比我都狠。他的腿呢？哎呦我的妈！我想看看猪八戒的腿站在什么地方。你这整的，我当时我一听，我的妈！哈哈哈哈踩个风火轮，踩俩山吗？哎，像一个跑了是吧？我一现在像一个在直播间的话，像一个都是笑。都是笑喷，有非你是黑粉儿。还有前几天哥几个自我直播的兄弟，我正直播呢，公屏上说我看了哥，这是咱家八家的这个铁粉，我看了你是八家的最大的黑粉，我操！哎呦我的妈！我懵了啊！真是说你是八家的黑粉头子，自带节奏。我整的我不说话了，我懵了，我都。看过看吧是吧？我都笑死了。所以说就是一个娱乐，兄弟们，不说每个天能怎么地，能有娱乐效果，就唱吹这些节目，吹节目唱歌，咱都知道咱是才艺主播就行，偶尔玩玩，咱们兄弟们一唱唱歌，兄弟们看疲劳的唱唱歌啊，你表演节目正常的，平时还是靠语言聊天。嗯，语言聊天儿，我一聊，我聊的话，大部分大伙都能听得懂。你看一说话啥的，你能把你们带进一个剧种里，就给我开专场，不是专场，你那整的就多余。你看人家画个猪八戒，画胸前上，你哪不过你问，我这猪八戒，先生的表情也好玩，你看他动动，你看大伙摸眼子。眼睛你这样卡的话行，他还得这样卡，你这样卡对都好，你遮住你的眼，他不遮，就是，哎，姑娘，这猪八戒的腿放哪儿了？有人，那姑娘反应一懵了啊！小云哥在这一句，哎，这猪八戒真幸福，他每天踩了两个山。哎呦我的妈！尤其那大秧歌让人带着美美的山。没事没家长会，没事办两点半呢，没事，我聊着聊着聊着开心了，兄弟们玩嘛啊。对后来擦了是吧。哎，你可别人瞎找，像一个你整的给我大跟咱大号一样。你现在的停留市场，我停留，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停留，昨天晚上好点，全网第二，这几天全是全网第一。人家都说有非你这边是不是挂的铁，每天一万人挣这么稳，停留时长六点多，人家都三点多，我看了啊，有的是两点多、一点多、三点多、五点，最多的是五点，我是六点多，我一整的，我一拉开我的后台一看，我的停留时长都真狠，导致官方认为你咱是挂铁，这是说实话，这是一个也是个荣耀，就是到咱直播间里，只要能进来看我十分钟的人、五分钟的人，他不想走，兄弟们，嗯。啊，捣蛋货，就是到咱直播间看我这直播的人，看个两三分钟，他不舍得走，越来越好玩，越来越好玩。对对，你就是想不透啥时候炸一句话，你得笑的能笑半天。嗯，好的，还有熊二整的嘛，熊二整的就太狠了，兄弟，熊二整的就太直了。你那话里有话，你看咱每次是猪八戒先看，哎，找话说，熊二。
喜欢一整看灯。哎呦我的妈，你这挑明了这看都不说透还是好朋友，都是成年的老爷们儿，你这整的又有点太狠了，带着八家人几百人。你那什么那不好，也不好，也有人烦，对吧？也有人烦。相信哥吧，他就是有点，哎呀，他嘻哈，他嘻哈，他两句话就捣鼓出来了。我就不用说了，我就是先瞅，先端详，先一句话一句话往他身上引。哎，这个你这个先聊家常嘛，你哪里的呀？这姑娘长得好看，我挺喜欢你。来聊，最后再给他一击，啊，这个好玩，是吧？行兄弟们，咱就下播了一个一个，咱就是我下播之后的几个徒弟直播间，你看咱现在都在直播，希儿呀，啊，还有咱们家这些主播啥的都去看看。你先甩人的话也不好，兄弟们，哥几个啊，我下播看谁直播，兄弟们直播间上来给他怼个几百人，嘿，我操，什么情况？什么几个意思？八家人到，好的，哥几个，对，你是硬上，我不是硬上，我是先打听你，你看我有什么好处，兄弟们，我有一个好处。我先看对方的是什么脾气，你看有没有今天晚上今天下午咱聊这话，兄弟们啊，你看我这几句话为什么，哟，姑娘你真好看，姑娘你真美，你是哪里的呀，姑娘长得可真得劲儿，我很喜欢你，几句话先给人放出去，看人家怎么接你的话，人家就是玩不开的姑娘，哎呀脸的红，哎不，哎呀老笑的那个，咱就尽量而止，少调戏别人，因为我在干主播嘛，一定要少调戏别人，少调戏多了的话，粉丝烦，大哥烦，人家对方的人也烦的，对吧？全是脸笑皮不笑的，我一看，哎呦，我就收敛一点。要看一扯，对方比咱还玩得开，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动手动嘴再动头，就给他喊起来了，兄弟们。调戏得有个度，调戏得有个度，对不对，兄弟们？你看咱有时候做的是够用吧？第一，千万不能惹人家烦，千万不能惹别人烦，兄弟们，一定不能惹别人烦，太正气了。哎呀，哥 ，Hello， 兄弟。哎呀，哥，在哪个？我在高楼啊，不，你在高楼，我在大庙，在辽宁。我看你一直不在三亚吗？我没在三亚，我过两天去三亚。哦，最近挺、啊、最近挺好的吧，哥？最近都打斗地主呢，没有人了都。啊，这发现现在人也不好做，我现在我这白天都不一。播播也那啥，就白天播播，晚上你晚上不播了吗？晚上播，我今天头一天来白天，就来看看啥的。哦，第一天来白天呢？啊，我也是，我很长时间都是我打了四个月斗地主了，我这几天有点事儿，所以说我就没怎么打斗地主，要不就天天打斗地主了。行哥，有空晚上咱一起玩呗，八点钟端上咱一起玩呗，哥。行，咱哥俩就别 PK 了，有空你又找我，咱一起玩，哥啊。行，那你忙你的。好，春哥，好，春哥，好，好嘞，好嘞，有啥事咱们联系哥啊。好，谢谢哥，谢谢哥，拜拜，好嘞哥，好嘞哥，嗯。开始不说，就是这都是 KS 过来的老主播，都挺好。我在互联网上就是朋友多，嗯，真挺好。所以说，兄弟们，调侃这个事儿，兄弟们，调侃啊，兄弟们，记得得有个度。没事，两点半才出发呢，早了还有十几分钟呢，啊。挺好，真挺好。你别看有非文化整不高不高啥的，我看人可准了，两句话一对，好，对方能玩得开或者玩不开，心里明白了。哎呦我的妈！记得我的话，无论对方大主播小主播，先给人留面，给别人留面，你才有面子。你会去抬别人，你会去夸别人，去捧别人，你去人家才会对你好。就像处朋友一样，你先去对朋友兄弟出心处，人家才会拿心给你出。你上来之后给人家怼的挺难看，骂人一顿的，你这咋整，人家都烦你。对不对，哥几个？所以说兄弟们，做人情商不说永无非，情商多高，我情愿这个面子不要，我让对方钱起来，对方哎你看有没有哥们儿挺好，咱就处。我处朋友都是这样的，先让对方能感受到咱们情怀，咱再给人去玩。嗯。菲儿呢？我在看吧。菲儿的话，人家只是才艺主播，昨天晚上刚连过麦，挺好。菲儿挺好，人品挺好，还讲话什么的，人一看就是个重才重艺的特别好的姑娘。你不像长得有的啊，有嗯，好了，兄弟们，我就下播了，兄弟们，我就下播了。刚才就打电话了，老师打电话了，可能开家长会了，开始了快。
啊，得去西，去西安直播间吧，兄弟们，我也不甩了，兄弟们，不不，兄弟们啊，走了，哥一个，拜拜，爱你们，出来，出来，出来。